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我们今天要用非常沉痛的心情来为大家制作有关海虎浅舰在半年多前的人员落海岸，至今还没有找到的林俊荣士官长，还有严成凡士官长，还有张朝玉士官长。因为他们失踪已经超过了半年，所以在今天海军有为他们。 举行追思会。这是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海虎军舰在屏东小琉球附近的海域训练的时候，因为突然之间的海象变化，造成了六名官兵的落海。那其中有三位士官长当时失踪至今。首先，当天的状况就是浅舰在。 前后各有一个紧急救难浮标，像画面上这个是前面的救难浮标。那这一次发生脱落的就是后面这个救难浮标。那救难浮标它本身就是上盖，它是一个木质的结构，像这个是。 剑龙级在大修的时候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像我用红色的这个形状画出来，就是就是它在收纳的情况下它的形状。假如潜件发生意外的话，那它就会被释放出来，发出求救讯号。 基本上，它后面会有一个电缆连接潜舰，这样子水面的救援单位就可以循着这一个电缆来找到潜舰。在当天，因为这一个救难浮标被释放出来，那所以他们就派人上来要进行回收的工作。在上浮之前，整个海象都是符合可以作业的情况。 可是，等到他们开始进行相关的作业的时候，就像我们常说的“疯狗浪”一样，突然之间打过来，就造成人员的落海。我用黄色的线画出来，这个就是潜舰的安全轨道，就是假如要进行舰外的作业的时候。 他们会从这个官厅出来，然后会将他们的扣环扣在这个安全轨道上面。这个是美军的核子动力潜舰上面的安全轨道。目前在欧美各国的潜舰也都是这样子的设计，所以很清楚可以看到每个人身上会扣着一个安全扣。可是这个安全扣它的形状是一个 C 型，它并不是像我们一般登山的那种 D 型封闭式的安全扣。 它这种是 C 型的安全钩。 所以它跟我们常见的 D 型环是不一样的，它是 C 型。所以当从官厅出来之后，他们就会直接勾到这个安全轨道。那安全轨道它比较像铁轨的这种形状，所以就勾在上面。那这一次因为突然之间的涌浪，所以落海的人员，像有的他就直接 C 型钩承受不了这个重量，还有冲击力道，它就脱落。 其中有一位获救的长官，他很幸运被旁边的舰艇救起。在海军里面，对于涌浪的预防本身就非常的困难，所以依照成功大学近海水文中心。 他们的统计，在冬天的时候，台湾附近的海域这一类的涌浪突发的状况就会非常的多，所以这些的预报本身它就存在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浅舰它的干舷，就是它浮在水面上的这个船体，它跟一般的水面舰不一样，因为它这个下去啊，跌落海中的时候，它有可能就撞击到它的舰身，所以。 一般浅舰落海的时候，经常发生人员会因为撞击。 而失去意识。另外，就是有关海军的潜舰部队，在当年从美国接了海狮海豹之后，还有后来从荷兰接了建龙级这两艘潜舰回来之后，跟美军的协训已经中断很久，所以许多的安全规定并没有跟着美军一起提升。所以，就像他们所穿着的救生衣是属于轻便型的。而在这一件事情之后，海军已经。 立刻修改相关的规定，配发安全系数更高的救生衣。 包含了防撞击的保护功能，还有人员在进行水面作业的时候，也要像美军这样有系带安全头盔这一类的装备。而在 C 型钩的部分，也提升了它的强度。后来在二月十九日，海军公布了相关的调查报告，在里面显示，当天做的各项决策都是依照修护的通令来执行。 是合理的这些判断跟命令。发生事故的原因是环境跟装备。 这些复合式的因素造成的，并没有人为的过失。可是国内有很多的媒体这时候就开始带风向，其实这些都于事无补。所以再次强调，我们都不是现场的人员，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用我们在陆地上这种相对安全的环境来评论这些事情。而且我们都没有那一些专业，潜艇上的官兵他们都要逐项取得。 签证具有这一类的专长，那我们都没有的情况下，很多人就刻意在带风向，因为在当时很多的媒体，甚至连那个是 C 型钩都不知道，很多人都以自己的尝试以为是 D 型环，这是完全不同的结构，所以我们相信现场的人员已经做出最好的判断跟作为，给官兵最好的装备是全民的责任，不是只有军方的责任，所以我们。 谴责那些无良的政客，还有无良的媒体。无良的政客刻意阻碍潜舰的预算，所以台湾现有的四艘潜舰，像海狮、海豹这两艘美国建造的二战时期的潜舰，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从荷兰买回来的建龙级潜舰海龙、海虎这两艘也快四十岁了。这在其他国家都是早就要除役的潜舰了。那这时候假借一些民意。 然后在这边阻碍潜舰的预算，这是令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最后，我们感谢林俊荣士官长、严承凡士官长、张朝玉士官长，感谢你们为国奉献，也愿你们一路好走，也请家属能够节哀。